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现场直播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的第二回合。由我和华以刚八段华老师为大家一起讲解。华老师您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联赛的这个讲解应该说是非常扣人心弦，很紧张。是的，是这样，就是说已经现在呢，联赛已经进行到季后赛的第二轮，今天是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呢是在前天，也就是在5号已经下过了，那么今天接下来要下的这盘快棋呢，就是江苏队的这个陈贤七段对阵成都易景控股队的党亦飞九段，之前他们在第一回合呢是江苏队3-1领先，那么今天呢对江苏队而言呢，他们只要主将胜或者是主将负了2-2打平，他们就赢了，就是说就将晋级到下一轮，就有望争冠，因为他们是在前半区是争冠区，那个、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去看一下。2019年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第二回合，成都易景控股队党亦飞对阵江苏队陈贤快棋比赛现在开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陈贤，今天这盘棋呢是党亦飞执黑先行的。党亦飞他是执黑，是的。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啊，经常看我们节目的都知道，我们这个比赛呢是快棋。是的，是的。可能大家奇怪，我们为什么不讲一讲这个围甲的主将战？因为主将战呢，一来是慢棋，它的节奏比较慢，可能大家呢这看的比较着急哈，一步棋可能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即使10分钟不落子，看着也挺着急的，确实。那么快棋呢，它的节奏会比较快，大家看的也比较舒服一些。这位电视转播啊，好像还是快棋比较恰当。是的，是的，我们的 CCTV 杯，就是其实用时规则都是一样的。对，是这样。这是党亦飞。党亦飞。之前已经夺得过 LG 杯的冠军，所以他也现在也是世界冠军了。执黑，现在低挂。是的。这是陈贤。对，陈贤呢，刚刚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个人赛当中获得冠军。没错。之前的5号的比赛呢，他们两个人，陈贤是半目输给了成都队的廖元赫。然后党亦飞呢是输给了江苏队的黄云松。所以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今天他们都是很想立功的，我想。好，现在黑棋拆二，这都很普通吧，算是非常正常的布局。特别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呢，挂小目呢，白棋通常就不加了。是的，是的。哇，直接还是点三三，这个都很常见。我们看到左边是陈贤，右边是党亦飞。没错。党亦飞呢？等级分现在是排第24位。是。陈贤的等级分是41位。因为这个等级分啊，对于棋手的计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没错，没错，是非常准的。然后国家围棋队呢，也拿它作为，就是说很多出场啊，评价棋手的竞技计时的竞技状态。是这样。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对。以前我记得，比如说这个比赛有32个人参加，或者是64个人参加的时候，咱们就是看等级分，以等级分来划线。长是一个很普通的下法。那么接着呢，白的呢，现在再稍微想了想，他还是利用读秒的时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计时中都是有一个10。表示还可以超过10趟。是的，是的。超过10趟呢，就每趟获得1分钟的
考虑。嗯，白棋还是选择了飞。小飞，这是都是正常的。走了这儿。嗯，走在这儿。走在这个位置。显然他是还有对你的小目加小尖啊，还有威胁的意思。没错。哎，你要是敢不补呢，我就飞进你的脚。你就没活了。看陈贤到底是走什么。尖顶。哎，我话音未落吧。就是他就表示我不愿意让你飞进脚。同意华老师的说法是吗？同意，因为要不然往左上角飞进去本身就很巨大。是的是的，是这样。这个尖顶一下。尖顶一下呢，其实你想想的也没什么，等于你已经自动守了个脚了嘛。他停棋之后下一手白棋我觉得值得看。因为这个形状呢，虽然白的脚也守住了，挤也挤不断。但是呢，黑的呢还是有很严厉的后续手段。比如说二路飞一下，白棋要怎么硬呢？对，二路飞，它是硬在哪儿？对，很厉害。他果然就虎了。果然就补了一个。就是尖顶了，虎了一个。我也是觉得他要虎，但是态度非常端正。对对对。很沉着。现在看上去啊，最初的这个往小目尖起来的这个尖啊，就是高目位置的这个白棋好像有一点重复。就是这个子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儿。好像有点重复。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子画的。但是你想通了呢也没什么。其实也没关系。也管用。它还是有用的这部棋。因为如果说没有这颗子的话，其实脚上有点啊，这个点之类的味道不太好。各种比如说上边的封锁。对，都不一样。即使它不走的话，这个外面飞一个也是一步大棋。所以白棋这步棋是有价值的，华老师是意思是这样。刚才为什么要走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不走，那么黑棋呢，这招棋将是个严厉的冲击。这个我纠结这白棋硬在哪儿呢？不知道怎么硬，你的空也就没了。同时根据地也没了。对，而且还没活有可能。所以白的呢，这棋呢是有一点后中先的意思。后手当中的先手。对，很稳健。看陈贤的棋还是下得很稳健。非常扎实。我感觉这种棋给我的感觉一般都是后半盘很强大。现在他也黑棋也点脚。党一飞说这个点脚不能说就你能点呢，我也要点挡住。挡，那肯定是爬。爬这里白棋搬下去了。搬，他搬的可能性呢就是下一步连搬的可能性就大了。那基本上是应该是这样定型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搬了连搬也是现在点三三非常常用的一种定型手法，就是简单明了的把这个角地给占了，就是。对了，本身也不是特别亏。是的，是的。对吧？他现在还没有下，但是还在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连搬。搬下去。那挡一飞就基本上就不响了。对。打了直接接牢，他就打住，形成一个最最最最基本的定式。对，是这样。接住，然后黑棋打吃。这个以下呢进入一个最基本的状态。基本上肯定会打吃。白棋的态度啊，看起来是很随和。我就这么下。是的。你二路提掉我一个子呢，我也不觉得特别的亏。白棋的每个局部都下得好扎实，大家看一下，他就把这个空我牢牢的守住，早早的就得了三个角了。是的。我看他们两位棋手呢都非常用功啊。刚才到中央台来之后呢，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我看他们两个都是拿手机在看棋。对对。挡一飞直接把他压上。这招压呢，好像还是非常本分。没错，没错。因为你要是不走，被白棋从上边飞一下，那么你好像就要理，一理呢，白棋的势力就进一步扩张。对。所以华老师说的是就是飞这个是吧？对，没错。如果说黑棋不贴的话，这个飞显然是一步大棋。如果你再不走呢，待会再飞你一下，要欺负你一下。这里，所以黑棋实战是直接贴起来的。
白的呢非常稳健，直接就小尖。是的，因为要是下凶一点的话，很可能要在上边打入了。没错没错，应该也不能算不可以打吧。但是他也不着急，只有小尖。那么让你把它围上，飞起来。哎，对，这确实这上面这个结构黑棋好像比较宽阔，好像还行啊。哎，起码可以接受。是的，他现在开始不点脚了，开始挂了。对。就好像有点回到一种传统的围棋上去了。他们两位棋手呢，其实今年的围甲啊，都是战绩都挺不错的。那党一菲呢，他的胜率是10胜6负，因为上一轮成都队不需要出场啊，所以呢，他是下了16盘，10胜6负。那么江苏队呢，就是在上一轮呢是出场了，所以陈贤他是11胜7负，胜率差不多应该说。尖角。这招棋也是现代流，要照我们以前学棋的这个角度呢，这个尖顶呢是要被老师骂，是的，熟手，很熟。我估计小时候学棋的时候，华老师，我想着好像这个尖顶就率先都会被排除掉，不会往这儿想了，对，就是想想别的下法。对，停。然后他还不是小飞，他直接跳在上边，就是表示一种进攻性。是的。这棋很有意思啊。可能党一菲也考虑到全局的均衡。没错没错，是这样。我就在想这个地方，这个结构作为白棋来说，他如果说正常的立二拆三，那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他拆了个二。是这样，他认为你真要在下边打入呢，好像不是我所害怕的，是的，对吧？你要让我下边再继续围呢，那我就不拆三了。对对对，这棋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白棋拆三呢，现在特别流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下得很快啊，我们先跟上他们，黑棋先搬一下，这是绝对先手，没错，因为他脚上的两个只要往下立了，是的。白棋正常的应法呢是提调或者是立或者是往外小尖二五小尖，这三种都有，跳出来的一般比较少见，他是提了，直接提调，提调很干净一下的，提调是下的是最最厚的，没错，尖冲，这个是最初下出这个尖冲的呢是真正的阿尔法围棋，跟李世石的时候，没错没错，下出来了、这个、下了一个五路尖冲啊、我记得聂老师还说要脱帽致敬的，对那手棋，说是因为觉得这个五路尖冲一般是很少容易想到，就在那个情况下，对，往下爬，那这就爬一个，这也是正常的，对，他就退，尝一下，黑棋呢显然有志经营中腹，没错没错，这棋下得很精彩啊，很有意思，因为白棋已经把木都占了，好像黑棋想在空上跟他比似乎比较困难，因为白的来说呢，就是说他往中间的这个棋啊，他直接就进来了，尖冲尖冲，可以说是有一点单刀突入的意思，对吧？主要白棋全盘都很厚，对，所以他不需要担心别的地方黑棋有什么借用，没有什么借用。而且陈贤在说什么呢？就许你尖冲，不许我尖冲。我是你五路都尖冲了，我四路尖冲也很正常嘛。对，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你要尖冲，我也给你来一个，是一报还一报。下一手棋看他是长还是跳。不理了。他觉得尖冲到一下已经可以了，然后直接走了这个二五的这个清分，算是这个这个下法其实现在也慢慢的多见了，就是说直接掏这个星位尖顶了之后跳的这个下法，对，其实这步棋是很常见的，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对，因为你要从外边一走的，他再三三一进来是很容易活的，没错没错，你想吃他不太容易，嗯，但是你要守呢，他随便飞就跳逃出去了。
啊，尖顶，它是尖顶的。尖顶的意图很明确，就是他要把棋啊下紧凑，我不是虎的挡下去，就是虎的把你拦进里边，看白的怎么下，看白棋会进角吗？这棋还是要出去呢，这个就要选择了。对了，他如果直接往外藏呢，黑棋就挡角了。对，是的。这个形状有点还原了，有点还原你最初走你藏的这招棋，黑棋呢就尖住了，你爬了一下。是这样子。他挡住了。对，那白棋应该要拆出去吧，先。对。先飞起来。然后黑棋脚上应该正常的话应该是要走一下的。对。脚上呢还有这种什么二路加啦，对，三三点啦，还有这样一些手段。点一下有点难受了，这感觉。黑棋就把这个脚牢牢的守住。没错，他立了一个。他立。立呢本身把棋补得很厚。同时呢，从下边的角度来说，官子本身不肯定是很大嘛。是的。这样呢，黑棋就把这个其他三个角已经被白棋占了，所以他把剩下那个角牢牢的先守住了。这个角也不小啊。最后一个角守住了。白棋飞了一个。飞了一个。飞要被搞飞的意思是很明显，防御的意思很强。因为你要是被黑棋再拐下来，你这个棋还得忙着做活呢。是。这飞显然也是大棋。这盘棋看起来有点儿要打持久战的意思。对，有持久战。我们围棋界的话说叫做功夫棋。是。两个人下的是功夫棋。对。正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棋手。这个党一飞呢，他是1994年出生，目前呢已经拿到了这 LG 杯的冠军啊。他是山西太原人士，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他这什么队啊，可能都不记得他原来是什么地方了。所以特地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籍贯记不清。是。然后陈贤呢，我今天也是看到他的资料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湖南衡阳人。这个挺意外的，因为我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北京学棋嘛。我一直以为他代表江苏队，可能是江苏那边的人。结果一看这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湖南衡阳呢，出过一个大棋手。罗喜和是吧？那就是罗喜和。是的。罗喜和6岁的时候，由父亲带着来到了北京。这个就是湖南衡阳。没错，没错。黑棋啊，觉得能围还是要围的。这个中间围一个还是挺大的，要不然就别的地方已经下不出目的情况下，对总是要想办法经营一下中央。而且黑棋因为它都有配置嘛，周围下面还五路尖冲了一下。那么这一带呢，就看当初这个白棋四路这个尖冲这个子啊，能不能想办法发挥它的作用啊。对，最终它的伏兵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了。是的。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啊。是的，这个地方就需要功力了，就看这接下来怎么操作，怎么去清消它。而且这又是在快棋的情况下，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你要做出判断。初初的看起来呢，因为从黑棋的角度呢，它刚才尖冲的这个棋啊，再往家跳一个，或者甚至于往后边飞压，好像起码把自己的棋形补强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白棋有点想从这个缝里面钻出来。有一点。你想把那个尖冲的子跑出来是吗？不是尖冲子跑出来，就是把，就是不让黑棋尖冲的子跟当初左下角搬的棋。是那飞一个，是对，往这个地方飞。我就先把它飞出去，不知道肯不肯啊？有可能他还不肯呢。不肯的话呢，那就是下得更凶的下法。是的。还真的被我言中了。这真是。这个被我言中啊，基本上我觉得我就不看好白棋了。因为听我的劝，听我的劝肯定不行的。他下得好快。好快，可能有精神准备。对对对，已经有备而来了。
因为刚才的这个棋形本来是想黑棋能不能四路兼住它，就对能先手兼到那当然最好，那可能兼不到，问题在于对对对就觉得黑棋没有尖呢，白棋飞一个也在情理之中，只是飞完了之后接下来如何操作，飞一个他还是要当住这个地方呢，马上就看白棋的招法了你往哪边搬呢，对不对，对你往哪边搬很可能都遭到人家断，那肯定啊，对都遭到人家断之后估计他不会退的你的形状就是也不见得好啊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左边的是程贤右边的是党一飞，没错，程贤是最新的全国冠军新科状元而党一飞呢已经拿过一个世界冠军，没错是这样，我们中国围棋界的术语叫做一冠群是的拿过一个冠军的有一群人所以叫一冠群那么今天除了这个季后赛就是成都跟江苏队将会进入前四名以外呢，另外就是两个决出来的要进入前四的是上海剑桥学院队和龙源名城杭州队，也就是杭州二队他们呢之前前天呢是上海是1-3落后那么今天呢就看能不能这个翻过来哈白棋直接飞了一手飞了一手之后呢黑棋用最强硬的方法靠住这个只能叫靠是不 是我简直觉得没有办法用别的术语来表达这时候考考白棋了你问你怎么办你要是横着长黑棋可能正好贴住黑棋很满意没错你要在黑棋贴住的地方搬呢它就要断你这地方很凶现在党一飞简单的来说就要把左边以及连到中府的地方啊叫它变成自己的空没错他认为就是他的了是我就在想白棋会不会中央这一带就是刚才中间黑棋这围了一个的地方这一带就是怎么样消一个但是消在哪里呢就是这很困难也不知道消在哪里但是你要当心啊你那个下边飞上去的五路那个子被人家一家加死了好像也挺损失惨重的是吗好像是不是也有点亏啊是就是这招飞好像就亏掉了有没有这个嫌疑啊对来他先从这儿先压缩他一下搬呢他就退我就在想是不是尖冲在这一带比如说就是刚才中央黑棋撑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如果这个搬掉了的话这尖冲好像就没什么意义了人家跳一个就随便就跳住了对好像作用又小了是我们看到左边是程贤脸色没有变化好像党一飞倒似乎有一点红潮出现了他搬了再藏进去之后黑棋立刻就立下去这招立呢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当白棋藏了之后啊黑棋如果不立白棋简单的往四路一尖你假如说这个没有不走华老师是说简单的这个我一尖你怎么办呢对这一走呢黑棋就无法兼顾了好这个冲跟这个挡反正一人一个了你已经挡不住了所以这个走肯定是要走的就是说他不肯这样单纯的补在这儿他还是要强调目数要更好一些对这而且有进攻性啊是的是的他脚上他要进攻你啊他削的我本来就是想让他削在这儿但是现在人家这儿有个子了他削在这儿这也够狠了吓得但是呢这个里边呢说狠也好不狠也好由于黑棋立在这里那么这个子就是有一点还有点借用的意思没错是这样这一带呢就是白棋将来比如说比如说这么拐一个这个黑棋印在哪儿可能还有点考要需要思量一下有点难受他拐一个假如你冲我这一靠你看有点难受他又来了所以黑的呢他能便宜的地方先便宜对先刺他要叫你接牢
因为你如果直接攻他中央这个子，你没有把握吃掉他，对，他肯定会顺这条缝往外跑的。对，那么他刚才这个力呢，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子的作用，嗯，他要先攻进攻你啊，然后呢，这很精彩啊，飞，白棋很凶，嗯，不肯照正面的补，黑棋呢一看啊，我叫你补你不补是不是？哎，那我就冲断你了。我看打鹰飞每步棋都基本都下得很快，看起来棋好熟练。嗯，我之前看他在网上的下训练棋都是下15秒一步的。哦哦，我15秒一步很考验神经啊，我觉得。嗯，那真的是。嗯，确实。超快棋。是的，那就比30秒一步其实要快很多。嗯，不要看只差15秒。嗯，这个冲断呢，其实很厉害的一招棋。对，是的。要不然。他就把白棋啊全部就是让你飘到外边去了，没错，没错，你整个都没跟，而且还有一条，你这最初小尖的这个几个子，你的眼位在哪呢？嗯，还没好。这个冲断，如果说白棋没有好的应付方法的话，我觉得这个胜负的天平好像要往黑棋那边倾斜了。是的，我的感觉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哦，你也觉得是吧？因为这个中间这么薄，上面四个子，中间那一个子都处于受攻的状态，加上脚上那个还欠一个大跳，那个跳进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对对对，这脚本身打一飞也比较擅长这个，嗯，他好像比较擅长中盘的这个扭杀，嗯，这些。哇，嗯，不理了，嗯，决定不理了，直接飞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嗯，轻飘飘的一飞，嗯。一飞之后呢，他就是问问黑棋，你倒吃吃看，你给我吃个样子看看，你到底能吃到我哪些？你是想吃下边这颗子，还是想吃上面那四个子，是吧？没错。嗯，很有意思。哦。他是先贴出来，把棋都连上。对。都连上之后呢，对于脚步的压力，嗯，就更加大了。嗯，没错，这脚上被搜刮一圈，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嗯，这被跳进去，我就在想，他只能这样做眼吗？难道只能二路做眼活？那太惨了。对。嗯，这个很厉害。哦，啊，真的不要了。哦。也不理了，就在上边走。大飞一个。这个棋下的就有意思了啊！我们首先的看点是，往中腹的形状啊，都比较宽。是的。我们暂且不清楚，我就是先感兴趣的就是左上角这个角，到底是变成什么样？我直觉是跳进去，好像他想进活，他只能这样做眼，太惨了一点，就看着。他就真的跳了。嗯。他就真的跳。对。如果是走在二路上，就是五二的位置，嗯，或者叫二五的位置，嗯，真的在去，做这么个眼，这只有点惨，有点惨不忍睹，而且好像还没怎么活干净，怎么看着好像。但是不这么走呢，好像你的眼位好像，哎呦，好冲，哦，他要冲加，冲了加吧，应该明白了，冲了挡住的话，他要加住，是他要加的，应该是，嗯。好，啊，我们很理所当然的以为冲了黑棋挡住，然后遭到反击了一下啊，遭到他的反击，但是这样一来，白棋倒是可以那样做眼活了。对了，看得清了。嗯，对，他本来是有可能是那样做不活的，被这一掐的话不活。现在你挤的话呢，他就借牢了。是，哎。如果你再度过的话，他很可能还搬一下再走二路活，有可能，哎，是的。度过，哎，马上搬，哎，又严重了，哎，搬了之后你再挡的话呢，他就二路一虎，这个一虎主要有舒服在什么地方？你经得住我一路再搬一下吗？脚上一搬你不舒服了吧？嗯，把目圈给你抠了，然后还把眼给你夺了，对。他这块棋还是需要做活的。嗯，是的。嗯，我们看到陈贤悄悄的，哎呦，两个人下得很快。嗯，这地方好像都看清了，反正看清了，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棋，看着。对对。
我总感觉好像白棋啊，这个地方好像下的还是蛮。蛮，您觉得他蛮贤明的，就是很聪明。这个应该是能够看到的最好的活法了。这个黑棋会我打车，我就想他会打上去吗？是打车。打车嘛，他也就只有这么尖的活了，对，没什么好啊。估计他要提一下吧，他如果挡住让他粘上，可能不太可能。提白棋一团住，就上面多个断点，又产生一个断点，你很不舒服啊。有个断点，对。但是问题是现在是一个脚上的接很诱人，一个是二路的爬也很诱人。对啊，这不走的话被人家爬一下，我就提完了，我就直接把他那个挡掉了。还真挡了。他单挡的。他还是不肯留个断点给人家，那黑棋多半接上了。白棋接上了现在。黑棋看他是可能觉得这样就挺好。不要是在那些小地方就走了我刚才那个家了。那这个家走了。他把这个加掉了。我一直担心这个加了之后啊，黑棋的形状好像还是很厚。对，那黑棋这个攻击还是有所收获，因为上面把本来这个角十几目棋呢，现在白棋这苦活只有四目，这边的黑棋都长了目了。白的中间走一个很稳健，先跳一个，不敢往里下跳的话又被人家弄断。这个跳很稳当。你看中间的三颗棋，中间的两个跳，加上正好一个正着头的小飞，形状非常棒。这棋有可能，我的直觉啊，也会越来越向着你刚才说的细棋的方向。依然很漫长，是吧？向着细棋的方向前进了。大家看一下右左上角的形状啊，如果收官的时候黑棋下的话呢，当然是把它一路接上，那么就是都是一个眼位了，都是一个目数了。白棋走起来的话呢，当然是先铺在这个一二路上，先铺，铺了之后呢，黑棋呢原则上不能提，因为你提的话就遭到他一三路再铺，对对对，那么你就被他先手把眼都破光了。对对对，问题是我第一个铺的时候你不理，但是我还有一个做劫的可能性，就告诉大家一个这么一个基本常识吧。是的。你再仔细看看白棋啊，他还基本上保持着控的均衡。没错。现在挡一飞还有七次，成弦还有六次，在用时上咬得很准，咬得很紧。挡一飞刚才下的还是挺平稳的，他就加了一个，他没有在中间，怎么样想办法再动手攻一攻他。我看他下到先手之后，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样还行？但是这目数呢，我不觉得黑棋有多好，因为之前白棋目数捞的还是挺猛的。然后再加上白棋中间补厚了之后啊，就是中央这一带不但黑棋已经下不动了，将来白棋还有可能成空。现在注意哦，白棋在左边的地方有一个向中间跳了一个地方，再向前跳的话黑棋是很不舒服的。是的是的，再向前跳的话你肯定就要补，补还不知道补哪儿。所以很可能你看就是这个棋，我就怕白棋跳在这个地方。您就怕白棋跳进去。对，这步棋非常大。这个很大，很规矩。对，非常实惠，因为黑棋走一个的话，就把下面的空都围住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上面刚才这后一阵，就白棋这两个子啊，它是吊着的，它是这儿欠一段，对，直接断了就把这两个子切下来，这目也很大呀，都是。大家体会一下，如果这个地方被白棋跳进去，对，这步棋很大。你作何感想？你的形状不好走。是。他把棋啊都连上了。而且注意啊，他的右边他还要成空的。所以刚才呢这步棋下的时候，这步棋当然很大，毫无疑问，就是说我刚才在纠结华老师，我觉得这里是不是要破他一下还是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被他围住也挺大的。也挺大。没错，他现在跳起来了之后呢，一个是把右边的空扩大了，再有一个呢呼应了当中的一个薄的棋。没错。他黑棋，他是先把自己的空补住，是的，
你要再不走呢，我又跳出来了。没错没错。你要跟着硬呢，我在这头再出来。对，这里肯定要往里进一下。嗯嗯，他基本上是这么个思路。对，就是在右边出来之前，他是先手偏一下。没错没错。像这种棋呢，一般是要做形势判断，就是这个时候时间就特别不够用。说真的，没错。刚才就是飞这个，然后就是他接下来基本上这样，如果说黑棋这样下的话，应该是经过形势判断，都他觉得这样下自己还不错。对。如果说他觉得这样不行的话，那就要考虑别的方案了，或者是往里进啊，或者之前这个加就要动手攻击中央。现在黑的走在五路上这么一小飞，对白棋是个考验。你要再不走呢，我又要往外跳了。对，这个跳进去也是跳进去大得很。你刚才的跳有可能就白下了。是一会儿顶出来了，原来是啊，这个他并不认为他是死棋。这个是啊。我就在看他顶完了之后他直接拐出来是吗？你是说要他如果说黑棋敢挡在底下的话，他就直接给他顶出来，还是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切断往这儿顶出来？好像这个方案也有可能，也不错是吧？他也有可能是直接拐出来。有可能单拐拐出来也很强，也可能。这个地方呢，对于黑棋倒是面临考验的。没错，这个方案黑棋有点难。因为你这个地方如果是只敢上边挡的话。损失就巨大了，被白棋一拐，下边都成空了。是啊，不单把这个子救回来，而且都成空。这个对黑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没错。我们来看挡一飞怎么处理。就大家看，他们下棋呢，一般是不太喜欢跟着人家下的，就是刚才黑棋五路飞了一个地方，就跟着他跳，一般是比较忌讳这样下棋。挡一飞看不见的很动作很轻微的摇了摇头。好像在那里频繁地摇了一下头，看起来对于自己不太满意。也有可能对于这手藏出来的他没看见。对了，没料到。是。看他的啊，这个地方也关键也不可能不走啊，马上得表态。对啊对啊，不走被人家拐出来就怎么受得了呢？对啊，必须要有态度啊。是，这就很为难这种时候。尤其是时间还催着你，还读着秒。然后你挡上面也不是，挡下面也不是，这就不好办了。对，这个时候挡一飞还有五次，陈贤也还有五次。这地方到底走什么倒是个值得看点啊。对，快棋这种地方啊就是个看点。这很难。确实。我们看看他怎么选择。他刚才已经用掉了一次，我看。现在双方都还各有五次。顶住了。顶这儿。顶在这儿。顶在这儿。这算是妥协吗？白棋也可以下拐啊。白棋下拐的话，他应该也是要挡在上面吧？不是。我不认为这样。他不挡是吧？你这时候敢四路拐的话。他肯定还会往三路搬你一下。然后再靠下来是吗？对了，老师，您是说？对了。我学了一招。这个真没注意。真的客气了啊。真没注意。你敢拐住，我就要三路搬。是是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反正他正好在考虑。浩老师是说，你敢拐。我拐在这儿显然是这有点过了，我觉得这人家肯定会挡在这儿的。对了。所以。白棋拐这个的，我以为他挡在这儿，我想这不一样吗？就跟他挡在上。华老师说，拐这个的时候，黑棋会在三路搬一下，这个你就难受了。对。如果说你打这边，那不用说了，我肯定冲吃过来。如果你在这边硬，我就往这儿跨下去。跨下来。你会发现你断不掉了，这。对。你本来是可以断掉的。我先手把你的空破掉。是是是。这个是很值得自豪的。这个很厉害，这不搬。所以他刚才用了两次，估计就在考虑这个地方是怎么反击。他反正是他不能忍，这一下可忍不起，这忍忍一下你可能就大踏步的，这棋就不对了已经。真的拐出去了。这个就一言不合。真的拐出去了。一言不合。他就连扳。这里他下得很快，他应该是后面都已经计算好了。都算好了。
显然是你再往四路拐，他就给你留了这条路。没错没错，你也不可能不拐四路啊。那就只有拐下去好像。对，只有四路拐，现在他一定是三路搬。对，这个一点我们能顾及到了。他搬的话，他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就吃掉。哎呦，粘回去了，现在这个立刻打脸。他如果因为跟刚才不一样，可能有点不同，对，有点不同，他不一样。他如果再走这个的话，白棋可能会打这个了。没错没错，打这个，如果您再打两下，他就粘上，这个粘来不及了，外面还欠一个段。对，外边欠一手，局部是巧手，但是来不及。他粘了一个实战，很稳健，在这儿。估计这个搬肯定是要搬的，你不下我就搬你了。瞄准你那个三路搬。是的。白棋把这个挤掉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段很大的。对。对。这个挤掉也很有意思。这个挤掉呢，本身呢有一点先手的意思，你要不走，我就要断你。没错。就是黑棋接的地方。对。现在黑棋接了一手。你要敢不接，我可就直接断上来了，你就吃不掉我。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个陈贤对于棋形的这个把握非常的强悍，确实很强悍，这一点非常凶，很厉害。这个地方呢，最起码呢，直接的角度来说，你刚才反复强调的这个左上角的那个断掉我两个子啊，现在不成立了。对对对，这最直观的这。哇、他很厉害，他靠住，然后回过头来再靠，靠住，他在搬，搬也是必须的，搬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虎下去呢，搬了还要往前鼓，有可能啊，这个就又一言不合了，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本身挡住也没什么目，对啊，挡住有可能被挖吃一下，那怎么办呢？粘上他有可能给你杵出来，反而杵出来并不舒服。真的鼓了，鼓下去了。鼓，就直接挡住它。这个好像被白棋冲下去，它也受不了了。白棋很有意思，作为白的来说，应该来说还是算是个小的成功吧。是，我的白棋下的挺不错的，确实。逼迫你不敢造次。是的，是的。刚才下面这个五路顶出来啊，还有刚才那个挤一个，这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他有意思，单挡。单挡，他一会儿不会打算还要打到四路去吧？还有这个可能性啊，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这可能性，他现在就靠住了。现在他走不了更凶的了，他觉得就只能走在这儿了。是的，是的。这可能这是他预定的计划。觉得。这肯定要清消一下白棋的空，要不然被白棋再一跳的话，这空有点大了，好像。突然形成这么大的空，那当然是很意外的了。是的。我刚才粗粗点了一下，华老师，我觉得好像黑棋有点悬，我感觉。如果说这个再被吃掉的话，那可能空不太够。他就藏了一个呢，还瞄着三路的你的断点。白的就开始压，走空。觉得应该是白棋好。白的空好像不错，是吧？对，白棋空比较多。贴起来，现在，这一带的空怎么你再怎么破，它也能成一点，反正。对。不知道刚才这个，它可能压长是会比较紧一点的，这有段的收法，但是，不知道刚才飞一个会好。但飞这个会不会有跨的问题呢？被跨段的问题呢？跨段是吧？它直接断了。再挣扎，只能是。这个时候你看上去陈贤还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态度。没错，没错。看起来想好了。立一个。直接就立一个。在上边搬，那是都是正常的棋形。没错。
看看他这个白棋在这种棋形下他是如何处理的。对，正常来说呢，其实回打是比较普通的，我觉得。说的回打就是三路上打一个，对对对对对，那是最最最最稳当的下法。是的，是的。哎，当然也可以扳住了，就是说他是扳住的。扳，他要顽强的守守住。他觉得你再往三路长呢，我就四路一跳，他算清了你的气不够。是，底下杀气肯定是不够，就是。就看底下这个，这接下来黑棋，比如说连扳啊，或者是怎么冲进来一下。白的能这么围住，应该还是蛮成功的。我觉得白棋控肯定好。嗯，哎，他先补一下。这个。这个接着。这个白棋的一根棍子啊，你看二路就有四口气，没错，他所以他不惧怕跟你受气的事儿，有六气的，连扳，下得很快，我看白棋他就长了一个，直接就长，对，他说你底下收气呢，反正你是气不够，我就把这个头啊先长住，先把这个空撑住，对。啊，然后你有个断点，你得赶紧补吧，这补断肯定不行。假如黑棋这个时候补断呢，白棋又抢到一个很宝贵的先手，对，可以在别的地方先动手收数了。没错，这地方如果还要补的话，但是不补也不行啊，这被打呀，被打了长出来，中间的真的全部成了白空了，太大了那个空，全部成白空了，是的。这个右边啊，黑棋呢没有更好的下法，所以白棋的效率好像不低。没错，没错。所以刚才呢，就是上面这个形状，白棋那个五路打吃没打吃，那这样一来呢，我觉得这个二路搬粘是不是可以有先手味道？要不然这一加进去它怎么办呢？就是右上角这个白棋二路搬粘，假如说现在黑棋中间补一个，就估计都先把那个二路搬粘掉。那个好大，就觉得。这个我们看到的呢是，程贤的脑袋呢不停地往这个棋盘上杵。很有意思。他有些紧张吗？有，肯定有点紧张。他又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紧张，都有。其实他年龄也不算很小，他是1997年出生的，1997年，今年22岁，党一飞是1994年，比他大3岁，前不久也是刚刚新婚，党一飞他。党一飞是新婚的，是。现在我们要看党一飞到底下一步，这招棋也很关键，显然他也用掉了时间了。没错，没错，我们看到党一飞还剩下3次可以超过的机会。他决定扳一下。先考验他一下，问问你这个地方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因为我觉得照正常的收束方法看起来是黑棋不是很乐观。你这个地方那么破，对对吧，我难道不应该追究你一下吗？普通的感觉呢是白棋往他走的地方拐一下了。 对， 对，拐住，应该是这样，就是拐这个了。你再敢冲进来，我可就要断你了。啊，那是，那就不客气了。这个扳呢，虽然给黑棋出了难题，给白棋出了难题，但是黑棋也给自己出了难题了。没错，你下一步你就得走啊。对，你不走以后再被他吃掉，这个断在这里跟人家交换就巨损。这个扳如果没有下一手。那就是属于不太好玩了。他扳了，他要连扳吗？但连扳的话，即使白棋有可能跟他转换啊。连扳，他就跟着慢慢把你吃掉就行了，把你。是啊。黑棋肯定觉得就正常下去是不行。他得想点招。对。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对，看看黑棋的。具体的这个胜负的招法到底是在哪里？读秒的声啊，声声都在催人啊。三十、四十，
今天呢，他们江苏队的主将跟成都队的主将呢是米玉挺，江苏队主将他是那边成都队的主将呢是朴廷桓。哦，很有意思的是前天刚下了一盘，然后那盘棋呢是米玉挺直白中盘胜了。那今天这盘棋如果米玉挺赢了的话，那么江苏队就直接已经晋级了，因为自动对之前已经3-1了，这是第二回合。这招棋就是很精彩了啊，下一步对白的他直接冲进来了，那就没得退了。你不断呢简直就没棋可下。是啊，我这个好像不断我都，他现在先打啊，先打试一下。他这个时机也是挺下的，对，现在是很重要了。他认为我看他打吃这个时候的这个手势啊，好像还是挺对自己挺有自信的感觉啊，挺自豪的样子，是吧？是的，是这意思。他的头又冲在脑袋上来了，棋盘的上边来了。挡一飞呢比较沉着啊，没错，不像程贤的脑袋老是遮住棋盘的一定的比例。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形势肯定是心知肚明的。这个不断也不行，长这个挡一飞呢不长也不行。马上这个三路三个长的地方，要隔两路一靠基本上就回家了。哇，这样是不是有可能翻盘啊？我之前是觉得黑棋这棋真的是不太好。这还真难说了。这样对，这就拼了。这作为优势这一方，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儿。对。你来看程贤这个地方怎么处理？挡一飞从搬了之后冲出去，你一断他再一长，这地方下的是非常的紧凑。对，拼了跟你。这局部看着。我觉得白棋就跳一个，不觉得黑棋能行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就跳在这儿。我看不黑棋这边气也长不出来，即使靠断打了我就接上，也没什么用。靠这个啊，靠，给大家摆一个就是简单的变化图。只要跳，那我就不用看了，那个肯定把你冲断。对，你这气不够，靠这个。对，然后我一搬，对，你也只有断。对啊，这打吃我就接上不就完了吗？对。这你不能，这四个子跟我这一块整个煞气你肯定不行。你如果长冲断你也不行，我这一气把你挖死了啊。所以我没有看到黑棋能行的图，我不知道挡一飞他有什么好的招法没有。你看看，他是贴的，他说明他是不是觉得贴一个更好？看的可能不太清楚啊，是可能没有他看，那肯定没有他看得清楚，因为他看得清。嗯，他还是要贴。看起来就是怕靠了，没错，只能说从逻辑上来说就是怕靠。还有一个逻辑呢，就是说我走了这一手，你倒摆给我样子看看，你这个三个子你是怎么连的，是吧？到底怎么连回家？当然，他这个选择会比较多，他即使到时候不行，他头上顶一个，把这中间这两个子弃了也是有可能。他比如说从这样靠过来也是有可能，因为这棋确实是白棋优势。对。而且现在贴到这儿之后呢，他这边连的会比较好。对，这个也打着了，反正。对，这个他没必要冒险，倒是。这个白的这连落是一点都没问题，连得很好。现在就看，挡一飞从这地方他还要拐，单拐一个。单拐。他下得很紧啊，他一点都不让白棋退。对。因为白棋是有可能退的。对。现在棋很紧张啊，是的。如果白棋在天元上顶住，它表面上呢是有一个尖，但是尖了之后呢，白的呢还有继续去，还要断你。它是这样。假设啊，顶。这地方，华老师说的是这个。只有尖了。如果这样。你如果有这个呢，它好像有这一招棋。正好有个跳刺，它正好是连上的你。你现在打这个打不着了，他这个跳刺完了，他就往这儿吃出来了。对了，他中间整个把你这儿吃了呀。当初你这个打你是打不着的。没错。是的。所以，这个对程贤呢也是一种考验了。对。现在他的拐怎么处理，就是一种强硬的态度。是的。他就是还要抓你的毛病。看看啊，这个地方真的一下子没有看清楚了。没错，这就很考验了。我看他们这里好像都把保留时间，反正刚才至少是用掉了一次。对。现在
党一飞还剩下最后一次可以超过30秒的机会。哦，然后陈贤也只剩两次，他决定还是就打吃，断打出手了。打吃呢，对黑棋来说呢，倒反而简化了，反正肯定是反打，是，他肯定是不可能接上的，对吧？嗯，这个一条咱们能猜到，是，但是反打之后，嗯，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招？对。我一下子就不知道了，嗯，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哇，还要先点，上面先刺一下。嗯，这个时候呢，黑棋有一些选择的余地，他有可能顶了扳，或者是直接打吃出来。对，也有可能单靠，但是单靠好像被顶断了，都有可能，似乎不太行。啊，他现在先刺，嗯。先吃呢，你如果只要接牢呢，那么对于我自己的棋形呢就有好处了。嗯，接住他这个不能被断掉。对，这个断掉是双叫吃，别的咱不会，双叫吃还是会的。这地方黑棋肯定是要，我觉得这一个局部可能就要决出胜负了。没错，因为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了。对，好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你死我活，这个棋谁好像都不能死。是，好，党一飞进入最后一次。但是目前呢，还是对于白棋稍微有利一些，我觉得。嗯。因为白棋毕竟还是可以选择，比如说中间两个子弃掉，还有这个变化的可能性。他，只要把这个大部队连回去就行了嘛。嗯。但是两个人显然看起来都很紧张，因为今天这场是关系到能不能去夺冠的问题。对，是夺冠还是沦为五六名的？对，是的，就是说并列者。今天输的这一方呢，就是反正就是并列第五呗。嗯。哎，刚才说的这个上海跟龙源名城杭州队输的那一方，也就是并列第五。嗯。那么下半区呢，就是保级啊。嗯。最后一轮呢，将在11月4号和6号这两天下。嗯。那么今天呢是，中信北京队对山东潍坊高新队。哦，我们看他冲了一个。冲。啊。倒是也没什么好特别想的，反正要打，你反正不能让他冲过去。没错。嗯。先冲一下，然后看中间能不能，啊，他靠出来了，靠是吧？他是单靠的，单靠的，他现在顶不断了。刚才因为没冲着这一下，人家是可以顶断他的。对，可能在天元上顶一下。是是是。现在天元上没法顶了。对。你顶的话，他就挡住。对，你断不掉了，那自己一气可不合适。他又冲了，又点了。嗯。好像党一飞还是蛮巧妙的。嗯。感觉上呢，白的好像有点，似乎有点。是不是有点很难下？哎，还是搬。嗯，他的宗旨就是能跑掉就行了。嗯，感觉还是白棋有利。嗯，他一搬，搬的时候，黑棋这回大概相对来说只有顶打了。嗯，啊。就分分秒秒，1、2、3、4、5、6、7、8，这最后一次了，还在这，还是在这。大家听这读秒的声音，是不是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那是那是，绝对的心惊肉跳。他顶这个呢，白棋呢，现在有一点点转换的可能性。嗯，就是那个中间的两个子不要了。是，这还是有可能了，有一点点可能。嗯，哎。但是你这个两个子被他吃掉嘛，黑棋也获得巨大成功。没错。哦，他是这样。还虎一个，这么灵活，看起来居然是虎在这儿的，好灵活。他的意思啊，就是这当你挖吃我两个的时候，我要鼓住。不是我的形状，我能够接住啊。是。能够舒服一点。要不然他顶打他挖吃长过来了，他吃的木有点大，是吧？没错，是不舒服嘛。嗯。啊，九，打读到九的时候，哇，打劫，当然要提。白棋找什么劫财呢？突然在这个地方打出了一个劫。啊，
也是很有意思的。嗯。十。啊，好像双方还是很沉着的样子。那个。有点难以预料，这中间全部打出一个结来。哎，两个人都把手放在嘴边。嗯。哇，直接从一路扑。扑这个。哦，他是往这儿扑的。扑。是不是有可能损呢，华老师？嗯，不，肯定损。是啊，被他接住，他显然是损了，我都觉得。对，损木。刚才您不是说应该写脚上先铺的啊？他不理了，铺的官子不理了，不理了，粘上不理了。哇，这个是，这个呢是虽然是十好几目，有二十目左右，黑棋的确是不想理了。对对对，而且这个你在提劫中间被我连下两手，哇，他还是要提掉，怕他接牢啊。不走怕他接啊，那他刚才打这个劫有必要吗？好像有一点问题。是，也就是说最初这个虎啊，嗯，也是不是好都不知道。是的。嗯，现在还是要这样提。嗯，这个黑的好像总体来说还是蛮成功的。嗯，关键连右上角啊，嗯，那个被双打的，哎，你看，就是这个地方。我就说这里被人藏出来，好心疼啊！哎、我正要说这句话的，就好心疼这个藏一个。我话音还未落呢。他肯定要藏。哎，这藏太狠了。太疼了，这。嗯。很舒服。嗯，好疼这一下。而且这个藏是绝对先手，基本上不怎么用考虑。你总不能让我把那个断掉啊？嗯。这断掉这一串全死了，哎，当中全死了。嗯，加一个。嗯，加是正常的，毫无疑问总是比这个单接要好一点。但是这一代黑棋的作战应该取得很大的成功。现在黑棋在中间继续走也行，嗯，把这个左上角跟着硬也行。嗯。啊，我看见好像陈贤的这个面色好像红起来了。他提，嗯，哇，这陈贤啊，原来还瞄着这一手呢，非要虎在这地方。他要虎在这儿是吧？嗯。他觉得这个劫呢打输了也没关系。对。我这都没死呢，这就中间两个被你吃了也没关系。对。反正我把大部队逃回来就行了。对了，他是这么认为的。是的。嗯。这确实目很大呀。嗯。他就是不给你吃。嗯，其实呢就是啊，他先把你这个提掉打吃。嗯，翻打，翻打，是不是提掉白棋就接上。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黑棋依然是主要是黑棋打赢了这个劫之后啊，嗯，主要占到的便宜就是刚才华老师强调的这个长啊，其他地方呢好像也没长多少木看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脚上你不理啊，脚上你不理，继续在中府经营啊。就刚才那个不提是吗？哎、就不提、不应你了。对，现在提掉了，白棋粘上，现在下成这样、这儿呢，现在还差一段。嗯，没错。那黑棋如果把这个粘了，这个大官子可能就要被白棋走去了。对呀、现在目前的形势呢，我觉得依然是对白棋比较有利啊。我看起来这个转换完了之后，而且本来觉得这儿有个段，但是这个段呢，人家可以小尖在这儿，对，这儿冲下去，那你转换的话，你未见得便宜。不可怕。嗯，他在这里尖了一下，其实有可能是为了眼位比较好，也可能是为了目数。对，这个尖呢是先手。你要是不硬的话，我又直接断了。对对对，这肯定得硬，哎、要不然被断掉就、有点。我是要求直接断。是的，是的。嗯。打吃。先打吃一下。啊。接上。它的形状呢是显然是需要硬一个，硬在哪里呢？它是这个棋形应该吃掉吗？还是吃掉？就是我不知道哪个走比较便宜。对，就是说这个是比较纠结的一件事。嗯，
这种地方目数计算好像比较难，看起来直接在这里打，他是打吃这个的。嗯，我觉得我们应该信任这个陈贤的官司。对，这其实也也不错。对，你反正以后再打呢，我就再借牢。没错，没错。哎，你反正也不能直接断。对对对。等我如果下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提掉，就把那个打的地方刚才提掉。就把这个提掉就行了。对了，提在这儿好。对。所以，他没有直接印在那边的。我想他这个急打应该是正确的。嗯。他还要冲出来。嗯。这个冲出来呢，就是倒是简化了。嗯，反正白棋总是长了。没错，他不能挡，挡了被断死了。挡了已经死了，总是只有长。一断就死掉了。倒简单了。嗯，他肯定是你长冲出来，他再冲。对，是的。把你的下边先冲烂。是的。冲烂的话呢，他最好是希望呢，将来这个中原接的这个地方，嗯，不要接了。没错，那是最理想的。可以省一手棋出来。哎，能省一手，那最棒了。长一个，嗯，我看看，听刚才这个陈贤是读到28才下的，这个地方显然是在想长是必须的，因为除了长也没别的下法。对，他一起冲出来也是必须的。对，冲出来之后的下法可能是。然后呢，马上又产生一个问题，嗯，中原的黑棋那个棋啊，眼位到底是死是活啊？你别这块棋走死了。如果说现在白棋长的话，哎，就是黑棋要不要补，就是他、啊、他就是长了。所以我觉得他要补啊，他不补的话，被人家接一个，他要怎么活呢？对了，嗯，这不中间没两只眼呢？对，所以正常他应该是要挖吃两个中间，先把棋筋吃掉的。对，但是那被断掉了怎么办呢？我总是感觉啊，这个黑棋劫不硬了之后啊，嗯，还应该不硬到底。就脚左上脚不应该提掉那个字，就不要再走了，哎，就往中间。哎呦好，这有点手忙脚乱了，看着哈。啊，先往这里走了一个，嗯。我看他本来是打上去了，结果又把手放在这儿了。对，临时。嗯，这临时改主意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事儿。现在陈贤呢还剩两分钟，党一飞呢是没有分钟了。对，最后一次读秒了。就是每步棋必须在30秒之内完成了，而且还要注意哦，白黑棋中间嘟噜噜噜噜穿出来这一弄，嗯，别被白棋一断给断死了。对啊，我就是说他这断一个他是怎么跑的，非吃不可。他要读到9，哎，真的断了。他果然是断了，反正我是没看出来这几个子怎么跑掉，这跑不掉，我就觉得这棋不用下了。现在比较简化了啊，中下边中腹的5个子形成的棍子，嗯，如果是死了，咱们这棋不要下了。对，嗯，这也不用数目了，不要数目，不需要数了，哎，一定不要数了。本来跑不掉的，跑得掉的情况下，还觉得白棋还不错。对，嗯。现在他拐下来，拐下来呢，白棋的形状是比较有点支离破碎，对于白的来说呢，也不是说很那么轻松的。哎，我们来看看，对，陈贤他的招法，小飞飞，哦，这地方就是看怎么把自己补好了。对，嗯，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是连着的，对，这。长的这颗子啊，它跟下面两个子它是连上的，你是冲不断它的。没有断开。对，没有断开，断不开，所以就只能是上面扳断，就是那个断法还很勉强的把它，就是全部回家的路还断开。但是问题是它跟下面它是连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是比较累的。那黑棋太凶险了。哎，他又打枪。我是觉得黑棋不太行。黑的相当凶险。对。眼看着陈贤要为江苏队，好像获得宝贵一分的感觉了。是的，是的。嗯。现在是3:01，那么另外几盘棋他们是11点开始的。嗯。是11点吧？是。嗯。如果是11点开始的话，他现在应该都没怎么下完。嗯。那么他如果说这盘棋赢的话，江苏队显然形势就好多了。对。只要另外三盘随便赢一盘就行了。他搬。现在黑棋啊，不是破人家空的问题了。对，他要做活。他是自己要做活。嗯。
啊。哦。他们两位棋手呢，在这里浴血奋战啊。这个前方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江苏队呢主将已经胜了，米玉挺胜了，朴廷桓他是第二次胜利，上一盘也赢了，这盘也赢了，在这个围甲联赛季后赛当中，对，是的，我们这个小米，连胜朴廷桓两局，没错，嗯，那是连胜两局，那是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没错没错，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江苏队已经晋级了。季后赛的下一轮，他们有望争冠啊。对，哎，他很巧妙的往这个地方打一个。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在调整心情，我实在看不出来他底下这块棋有什么活路吗？对，这个活路在哪里？只有一只眼呢。对，嗯，你要往三路再打吃的话，我最笨的话就是二路爬过。哎，对对对，你不也只有一个眼吗？没错，我都连上了，你这一个人怎么做眼呢？现在看起来呢，根据小球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因为这一场棋江苏队或者主将赢，或者是赢两场，他们呢都，哎呦好，啊连扳了，哦，他也不在乎了，他就三路顶住，对啊，他看得很清楚，对。我断都不断了，我就得这样hold住就行了。哎，就顶住你。啊，反正你只要你做不出两只眼就行了呗。对了。啊。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儿。看起来呢，他们米玉婷主将胜，陈贤呢也将要胜，其他另外两局棋呢根本没关系了。对，没错。江苏队呢已经进入到前四名的争夺。没错。有望争夺冠军。嗯。江苏队因为是拿过冠军的。没错，他们肯定是冲着冠军去的，毫无疑问。啊，连扳，哎，这也是坚持。哇，哦，这棋看起来他应该是已经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你要连扳可以，我就二路加过。对。因为你吃我两个子没用的。嗯。我确保我的所有的子啊都是通的。没错。因为小秋你的这个说法，我这连上了，看你还怎么办。我全都连上了。嗯，那么那边上海跟龙源名城杭州队呢，目前还不知道是他们的消息。嗯，那个也是，就是龙源名城杭州队，他之前是3-1领先，所以说只要今天主将胜，他们就赢了。也是一个道理。对对对，主将胜或者胜两局，嗯，都行。之前是丁浩赢了范云若，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又打架。现在死活越来越看得清了，黑棋。如果做不出，他不可能有两个眼的眼位啊，是的，对吧？哦，啊，好。那另外一边呢，我们也有消息传来说，这个丁浩啊，已经又胜了范云如，也是两胜主将。那么主将一胜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对，就是说两个回合他们总共下八盘棋，嗯，4-4打平的话，看第二回合的主将谁胜就算谁胜，啊，那么就是说丁浩一赢他们就赢了，对。那么龙源名城杭州队将晋级下一轮的季后赛，也就是说他们也有望争冠，嗯，跟江苏队一样，好，位置相同，对，是的。那么下半区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就是山东潍坊高新区队之前是3-1胜了中信北京队，那也要看今天。然后呢，浙江云林奇蝉队是3-1胜了深圳正方圆队。那么下半区呢是今天赢的人呢，他们就可以休息了，就是声名保级了，升空。嗯。然后呢，输的两支队呢，得最后跟底下一个是拉萨队，还有一个是天津四建队，他们要最后决一个降级，谁降级啊？就两个队降级，所以这是下半区下一轮等于是最后一轮了。现在他往上面一路搬一个，没有什么大的必然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党一飞应该很清楚自己是不行的，断掉。对，还在，想点办法说。对，还要想想办法。对，没错。嗯。应该是白的，基本上是拿下了。哎，拿下了。嗯。
应该说陈贤这盘棋下的就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对，他把那个空啊占得特别稳当，对，都是围成了铁空，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我觉得很体现他的实力是下面这个顶，对，就是五路这个顶，对，黑棋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黑棋一加之后这地方的形状没什么问题了，结果人家一顶发现这棋黑棋好像挡不住，没错啊，那就这棋就不对了，关键是黑棋补了一手还没补好，没错没错，这可能是胜败的重要的关键，没错，所以这种地方呈现非常出色，应该说现在他就是黑棋考验一下白棋，毕竟是还有一个跨段，其实也没啊，他还冲过来，他冲过来是对的，我以为他就走这个就行了，走了他一路打次了之后再跨段里啊，跨段冲一个然后打完了，是通的，对对对，也不行我怎么看他都是断不开的那种，他这招棋的是走的是更凶，他既然如果都断不开，这样的话棋不是更加厚吗，没错没错，反正只要保证你是做不出眼来就行，而且你往三路再挤我一个，我就往二路一接不就完了吗，没错，打吃提掉，这个棋形已经可以说是越看越清楚了，没错，你只要往二三路一挤，白棋一接牢，那么黑棋的眼位不可能多，白的棋呢没任何毛病了，用你刚才的说法连冲断也不行跨断也不行我是指下边啊，也不存在收气了，就吃一个最后挣扎一下，我看着是挣扎，只能用挣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因为这块黑棋你要杀气它也没气，这招棋好像理论上来说是后手死因为你三路再接牢，人家往二路一虎，他有个打劫啊，对，他有个劫底下，那他就算补一个就完了，是的，他就想本身气也不够，接上虎完了段子，他这扑一个打劫，本身的气也不够，你不太可能啊，实在是20 1 2 3 4 5 6，这看着确实不太行了，已经跨段，这还要挣扎一下，这不是你早就算过了吗，对，我这个一段的话就是我想这不会看不见的，一段的话一拍竟然是藏不出去啊，对，你逃不掉的，再一冲吃然后从左边一打吃你就接不上了，那特别简单明了的，对，如果是你跨的地方再一贴啊，终于关中了，这个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这个确实不能坚持了，是的，这盘棋呢可以说是最终的小球啊，这盘棋最终的结局呢黑棋呢可以说是叫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这叫没法看了，是有点惨，怎么会吃成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通，那么想来想去的原因呢就是往中原的这个战斗啊可能是有误算，没错，对不对，肯定是有误算，就是当初这个地方的一飞出去，对，他一靠没有想到被他夹了之后啊他还能够跑出来，对，这地方那黑棋而且等于说是花了一手棋他还没补住，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顶呢，或者说干脆脱先算了，没错啊，就是等于根本没走着东西，没错没错，是这样，这个一盘是重要的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最后直接导致这个死的，最后你已经把街打赢了人家乱七八糟的时候赶紧别提了，赶紧走，别提了，赶紧往中间继续围吧，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胜败还不清楚，对，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底是多少目呢，它提通了你之后8 9 10 11 12，就是它大概长到的地方14目，大约是20目棋，对，但是你当中的棋啊毫无疑问20目棋肯定是有的，没错，更重要的是呢白棋的这一招棋是胜招，它虎在这儿，它虎在这儿你要想吃它的话呢
大家看到结果了，最后还是后手，最终还被他断出来，显得呢，这个程贤这个师弟啊，能显出是什么呢？哎，我的思路啊，我的算路啊，超过师兄。没错，是这样，对不对？我赢就赢在算路上。这盘棋白棋胜，胜的根本的原因就是算路啊，他算的比你准。没错，我们这个地方的算路啊，不是说空的这个算路，对 对，是指对杀攻杀的时候的算路，对吧？那么好在呢，对于党一飞来说比较幸运的是什么呢？这盘棋啊跟他对的胜负没关系，反正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对，他们对啊已经输掉了。是这样，所以这一点上呢可以安慰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盘棋呢，陈贤发挥得非常出色，他对于棋形的把控非常的优秀，应该说值得大家学习啊。中间的这个虎还有这个顶出来这都是他表现出色的地方我觉得确实下得好。没错，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直白的陈贤呢是中盘胜了党一飞。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